这个折下去，这里套一下，拉紧，这边也是一样，套一下，拉紧。第二个就要折个90度，套一下，拉紧，这边也是一样，折个90度，套一下，拉紧。这个就是蚂蚱的大腿，夹在这里，折个90度，套一下，拉紧，这边也是一样，折个90度，套一下，拉紧。编到这里，这里就要分成三份，总共是6根。最前面这2根穿上去，后面这里拉紧，第一根和第二根打一个结，一个蚂蚱就编好了。